老婆参参加的年龄就是65岁，拜一到拜五吼，啊，咱拢会使来车。啊，你若感觉无方便，嘛使坐车。咱坐车一个月吼，甲咱载，同款就是拜一到拜五。但是中老长着迄较国定假日啦吼，咱若较休困的时间，迄个休困的事先甲咱讲。啊，若是无方便的，咱有车的甲咱载。咱车甲咱载，咱嘛是同款吼，就是一个月加一个车钱1000块。吼、哦，然后咱下下昼咧，咱一天食两顿，下昼咧11:30食一顿，啊下晡咧4点，吼、哦，即摆3:30就食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3:30吼，啊较早食啦吼，啊较早食即个大家，嘿，到3:30下昼下暗去顿吼，啊个所以一天有两顿，啊咱是安怎会成立即个日照咧？就是讲。其实咱进前正是足欠志工的啦吼，啊，这志工的啊，讲是因为大家拢叫做志愿工作嘛吼，就是志愿来的啦。啊，所以咱在场今仔吼，不管你是满65岁还是未满65岁，你想要来做志工，咱拢真欢迎啦。啊，咱讲，因为你来遮你甲看吼，咱为啥啊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楼骹，伫楼骹咱伫楼遐咧做志工，咱的迄个日照拢是伫一楼。啊，平常时啊，咱看迄个环境啊，吼，咱楼骹有一个布幕啦，吼，音响，楼骹咧上课，啊，咧上课有读经、写字、抄经，啊，搁有一挂交通安全宣导啊，是有志工诶，教咱做一挂手工艺。啊，若无，为啥你啊看着不吉利？无听到一张，咱搁有准备迄个卡拉 OK 咧，有家己唱，然后搁有卡拉 OK 吼，啊啦。即下下当来日头，比如讲外人有时啊会较冷嘛吼，但日头较热啊出来吼，较烧热一点嘛，去外口啊，晒一下日头皮啊，啊看伊烧热安尼。所以咧，其实即个利益诶，这个利益啊吼，应该是咱目前做慈悲义办公，咱所有修行少年修来到老，咱即老菩萨咧，咱下当老无老以及人之老。那卖讲啊，咱修行到老吼，咱拢无一个照顾。其实一开始会成立真吼，足侪困难的啦，足侪前线，足侪虾米物啊，这有困难呐、啊，这啥物来，啥有法度啊？其实我嘛知足困难，但是不等于伊讲，这无做嘛袂使一啦，吼、哦。伊会感觉讲，真侪老菩萨就是为着讲，食迄个一顿，食迄个下昼时啊一顿啊吼，无方便啊吼，啊无食有时啊，这种啊。无食有种种的原因，无方便，甚至为食素食的吼，人个家己是说无家用，无对行吼，足麻烦的，从啊，甲拄起啊，嘛毋知用啥物食，伊感觉呢不是很好。啊，咱其实是办法，咱当初是希望讲，咱先借着咱的日照老菩萨这个环境，咱先来学。各位先生，咱听好，咱有当家己先来学，学啥？学有一日。咱有迄个条件，会使咱家己来起一个，咱家己来做。咱的老人，咱只是咱上活动中心安尼啦吼，上老人活动中心啊有一顿两顿。咱即摆慢慢也是正成熟啊，大家有迄个经验嘛，咱会当来起咱所谓养护中心、老人安养中心。啊，安养中心收的毋是收迄个拢好好，就是伊可能会收咱未来，因为咱人食五谷总是。人生的过程，生老病死，拢是在死的一定的行啦。啊，这个行，咱未来老迄个条件，咱来学习了，咱有迄个能量，咱有迄个能力啊。咱人间嘞，不前年拢做准备，请你家己较认真讲哦，就是爱来用一个这個、用一个用一个，咱的老人的安养良心啦。啊，其实就较慢咧想吼，利益吼，利益啊吼，出发点是好的，问题是咱这个条件爱想想想。所以咱来还是成立这个日照，先慢慢大家固基础，咱学下，咱较来做。啊，无咱拢无经验，咱若大学部无啥物拢爱钱请啦，咱来知哦，咱会去用标着。哦，咱什么都不会嘛，啊，咱要做哩，到尾就是属于咱家己道场的。咱毋是迄个有车的，咱就是完全就是未来，咱若是时阵到尾啊，讲啊，我就是时阵这条路行到尾啊，咱就是素食，拢用全部拢素食的，啊，免烦恼讲到底啊，去用惯着。车的流子吼，就是这个利益。啊，当然，这个部分需要真侪咱的志工。那么志工来吼，就还有要讲的是，咱的志工不只打这个日照，咱较多有讲的看咱日照的部分有
理的啊，自动吼，平常时也会使。啊，因为少年人有时啊拜一到拜五拢会上班啦，拜一到拜五就较无法度啦。啊，所以拜一到拜五的过程当中吼，就拢爱麻烦咱现场所有咱进囡仔有来参加。你若感觉讲啊，咱平常时啊就直接进囡仔买菜来服侍啊吼，也是可以啊，咱嘛真欢迎啊。也可以回家来吃饭啊，啊，咱若来倒来食饭，比如讲咱的日照老菩萨，咱一顿就是家己收五掌嘛，吼，啊，两顿一记就是家己收一百，吼，一百，啊，一百是合理的哦。咱若来看咱的菜色吼，咱拢无去着菜色吼，啊，伊就是早上啊，咱菜色啊吼，啊到下午啊，啊，因为即摆人是毋是，因为啊，伊着较伊准咧规划，着较拢是爱照菜单啊煮啊，着较毋知影真久无来啊吼，应该爱来突击检查。到底有在教菜怎么做？啊，若无教菜怎么做吼？因为这可能爱来归咎一寡原因。他都话恁讲话一寡爱检讨，其实就咱嘛感觉讲，那关起门来我们要检讨是安那。其实咱有迄个心，但是有迄个心做袂好，爱麻烦咱的现场老菩萨爱包涵是安怎？代表咱无迄个胆。咱感觉听过一句话，咱有迄个心，但是无迄个气啦，无迄个气咱做出来可能人会满意。啊，这嘛是有可能啦吼，啊，就是讲，咱暂时就是讲，咱先求这个有，先求有，先求这个有有，啊，啊，人家爱求一个好，吼，啊，各位浅浅啦吼，人家爱求一个好，啊，若会使呢，咱就是各位浅浅啦，大家多多来扶持啦吼，啊，慢慢咱会过来，未来咱有变化，会当过来，搁较进步的空间，这。如果呢，有他们比较敢问个，如果呢嘛对这个日照班呐、啊、吼有想法、有意见呢、啊，或许都欢迎。有他拢真欢迎大家提出来意见，提出来，比如讲画面那建议，咱可能都较好。哦，有他感觉这就是咱进步的来源呐、啊、吼。咱未使啥物话拢徛伫遮拢讲好，有他嘛是爱甲咱问个，事实为啥有迄个心无迄个气力做开代志，做袂好。啊，做袂好的过程就会做侪声音。啊，做侪声音，就会让大家心安怎，就会起伏啊，起伏的就会无想要来，或者啥拢会有，其他心情这拢会啦吼。啊，但是这就是今仔咱回来回顾，或许嘛甲咱讲，咱徛伫遮，毋是人拢要讲好诶，咱嘛无好嘛是爱互检讨，咱嘛是爱接受所有诶建议、鼓励，甚至是咱无好爱互讲诶声音嘛吼。所以制造诶部分，大概就较是介绍。吼，啊，咱即摆要来，搁介绍的是咱的